但是也没什么其他的事情，没什么问题，就是好久没师傅打电话，就是告诉你一点。嗯，你小丫头要记住，多看师傅的白话佛法。我不能讲太多，你看了白话佛法之后，你会受到很多气场的，这种气场都是正能量的，会对你前途啊、事业啊、身体都会有帮助的。我只能讲到这里，听得懂了吗？嗯，好，知道了。所以不看的话嘛，自己活该呀，没办法了。嗯，明白吧？嗯，好了。明白了，我知道了。感恩师傅。